现的尤巴利大师来看星盘。那我们现在在 She Holmes 的星盘，那这个盘呢一共有三种，户型一和户型二呢是设计大气流畅的大平层哈，那么户型三呢是经典的双层复式小楼，那么尺寸呢大概是5500尺。那么在尤巴林大市呢有一些亮点，首先呢就是尤巴林大市它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家乡，其次呢这边呢都是优质的开发商来开制创作的各种各样的小区，比如说 Toll Brother 啊 She Home 啊都在这边有新盘做设置。那么第三呢就是这边的学区非常非常的好，是10分10分10分满分的学区，并且这边的 API 也就是学术评分是900分以上，是非常高的学术评分。那么尤巴林大市的位置呢也是非常的便利的，距离尔湾呢只有17迈左右，距离当趟呢大概20几迈的样子，所以说它的地处是非常方便的，并且城市啊是依山而建，这边的环境呢气温呢是非常非常的好，近来呢备受我们的华人买家的喜爱哈。那么这一边这个小区还有亮点就是说它没有城建税，虽然是新房但是没有城建税，它的地税呢大概是1.106到1.107左右的样子。那这边每个房子的占地都非常非常大，平均占地呢是19000尺左右。都知道啊，近年来呢，新房的占地是越来越小，尔湾呢有一些占地可能是2-3千尺，那这边呢是19000尺的占地。你可以尽情的在后院设计游泳池，种花种果树，享受加州漂亮的院子了。好了，现在跟我一起去参观一下吧。
那这边呢除了是环境好学区好，那么周围的社区设施是非常多的，爬山啊、跑步啊、泳池啊、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心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超市啊，生活是非常非常便利的。